的风，飘荡在海阔天空，有时我想换下心。可不可以啊？用这五种洗手液来洗手的用品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你们在家里平常都是用哪两种？这两种。如果在医院的话，有干洗手液，你们也可以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去看病啊，比如说身边的爷爷奶奶这些的时候，要记得，如果有看到洗手液，一定要用。出入病房的时候也一定要用。会用吗？会。啊，挤出来，然后呢，啊，搓一搓，对不对？非常好，这个规则来示范一下。有没有人没洗手？没有用过？有没有人想要用用看？不要碰到眼睛，来试试看，好，来搓一搓，啊，手背搓一搓，对，指腹搓一搓，好，自然干，有没有？它干了没？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没有？还没干啊？怎么搓？怎么搓？哎，这样正面搓，背面搓，背面搓，自动搓一搓，好 ，OK， 来，大家来搓。心中什么都不懂，只想拥有一点点不同。也许你也曾有过同样的情衷，不该说我要求的太多。一点点不同也不算是错，一点点不同就像是自由自在的风。是流浪的风，飘荡在海阔天空，有时我想换下行踪，跟着你的足迹慢慢走，我却无法停留，因为我还要追求。山峰，在我年轻的心中什么都不懂，只想拥有一点点不同。也许你也曾有过同样的心中，不该说我要求的太多。一点点不同也不算是错，一点点不同就像是自由。
心中什么都不懂，只想拥有一点点不同。也许你也曾有过同样的情衷，不该说我要求的太多，一点点不同也不算是错，一点点不同就像是自由自在的风。我是流浪的风，飘荡在海阔天空，有时我想换下行踪，跟着你的足迹慢慢走，我却无法停留，因为我还要追求深藏心中依旧的梦，越过那座最高的山峰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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